成100%是直男，因为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说、啊、很可爱就好了。不知道说什么的第一句都会说、哦、好可爱。终于有机会跟到了 Boy Boy， 我记得有来过一次，上上次的直播对吧？公演入坑，真的可爱啊，是吗？今天有哪里？请问今天有哪里不一样吗？你有事要先走了？金牛，傻因你而闪耀，傻傻害傻。今天有哪里不一样？那你回答完哪里不一样，你再走。现在杨雄的金牛傻傻是什么？是傻是人吗？牛海啊，牛海啊 ，QQ 面，我变成 Q 的了，是傻吧？我看起来傻吗？王子面，哈哈，早安啊，大家早安。跟你们分享，因为今天是第二天，所以它会很卷。今天为什么这么正式？今天要讲得很正式吗？今天看起来很成熟哎、欸，因为不行，你为什么傻也可以告白？你是怎样？愚人节还没过完？哎、欸，怎么一致好评啊？我以为但对啊，我以为会有不习惯，或者是说哎、欸、之类的问题。喵喵是不是去洗头发？洗头发就会变这样，希望大家少洗头发。这看起来是像去哪里试镜。今天是跟友人 AB 一起出门呢，所以要盛装打扮，为了拍照。是盲阿姨的卷发，谢喽，就知道你最值了，喜恩。米雪，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出来？听起来好像在监狱之类的。哈哈，要变失雅了吗？要还债了吗？等一下，我欠什么债？我欠什么？我欠了什么债？头发被洗衣机洗过也不会变卷，好不好？今天很复古哎、欸。今天可是我今天穿的不是复古的衣服，我就跟有人 B 讲说，我今天应该要穿他的衣服，他身上的衣服拔下来的话就会跟我。哦，那你比较晚哎、欸，明旭比鲁迪晚一点点。万人追踪计划，你可能要再等个天荒地老。这个债很难还，这个债有点重。哎，昨天讨论出一个所以然了，所以今天开始做功课。然后除了我做功课以外，还要有很多人的搭配，跟有人 AB 没有关，所以跟有人 AB 没有关系。像我这个年纪该有的发型，你够了哦。等两万一起还，那大家也要追得够快哦。看应该是我还的比较快，还是大家追我的债追得比较快。Hello， 新月奈，早安啊。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真的 Q 的太，我也只能用可爱。他今天因为太 Q 了，他有点可爱。今天超复古。Hello， 姑姑吉娃娃，内城李小龙哎。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今天就是大家有看出有看不出哪里不一样的吗？有看不出很大吗？谢谢你哦。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卷起来都还有那么长，我还剪了耶，我还剪短了。我今天决定要把瘦脸开大，当然是烫的，自己卷不出这个程度，好可怕哦！大家有看到那个脸瞬间缩小的感觉吗？好可怕！他什么时候这么不自然？还看不出来就神奇了，有可能大家不有点太直的部分，好扯哦，一言不合就开瘦脸。
泡这么久都泡烂，那应该是吸饱水啊，它看起来不像是吸饱水。我真的差点变没上。面，我的头发怎么了？面没打算试看看留到腰吗？我想留，可是我们家好像不太接受我留，而且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原本打算再留长一点，可是我留太长，头发卷不起来。但是我发现我最近的公司造型有点，就像自己烫，就是自己用卷了，下面也会很塌嘛，会很快就掉卷。你看大港到最后根本是直发，就是你要头发一长，那个维持的卷度就比较弱。谢谢志宏，谢谢夜空 sky， 久了就习惯，刘海不会一直长这样啊。你们之前看到的也是有烫过的，只是过一阵子会变正常。要留超过腰，剪还要看日子。对，是离子烫吗？离子烫不是烫直吗 ？TP 很多人头发都剪短，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啊！跟别人一样怎么好玩？我想留长发，但我妈一直叫我去剪短。我家妈妈也是希望我不要留太长。对啊，离子是烫直哦，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应该不够直吧。如果是离子烫，那有点失败啦，我只能说。离子烫是烫直，有离子烫的成员应该是像雷吉跟阿潘吧，对不对？卷发面有点成熟，过几天就不会这样了，这是因为第二天，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之后不会长这样，之后不会长这样 ，everyone。头发会越长越短，你的怪怪的，越长越短哦。你说我的吗？我的会越长越短。谢谢想要说的各位气球。没人离子烫，我看起来很呆，也不一定耶。离子烫烫完发质看起来会特别好啊。但是这样的刘海很可爱耶，国树也喜欢怪怪的。今日限定特餐，没错，今日限定的四十岁泡面。对，之后不会长这样，之后真的不会长这样。面面有少女过吗？美图记录卷，那之后会有美图记录卷？不行，因为切尔东最近限动都没有在发面，所以导致面不想要发你想看到的卷卷面。No！我第一次看到李思琪用李思琪的名字来看直播耶，哎。这个发型夏天吹头发很热，我跟你讲，我已经感受到很久了。我基本没有感受过剪太短然后不用吹头发的那种感觉。这个卷发绑马尾，我最近有一组照片是绑马尾的，未来有机会再发给你们看。既然偷你说 no， 下午又在了耶，这叫公仔名耶，公仔名啊，是不是害不害啊？害不害啊？公仔名好假，好色，我爱色公仔名，破了包，破了包，哎，冬凉茶，今天有福福猫帮我做老师吗？小易，刚小易在对不对？我看到哦。谢谢本人带我去，哎，这个公主看起来也没有离子烫哦，她也挺卷的。思琪之前是用本名吗？之前 IG 都是用本名，但是我没怎么在 live， 没有什么在直播上看到李思琪，还是你都不看直播？这个是什么王子？头发好 Q， 冰芭蜡真的入坑了，芭蜡就这样入坑了。芭蜡就这样掉进坑里了，真的吗？对啊，我爱写不，公仔名破了包，冬令茶是吗？对哟，
Hello, Lingo 啊，好几个 Lingo， 要叫你大岛 Lingo。讲一段粤语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要回答的意思。对啊，我现在就泡面哎，我真的叫泡面，我现在今日一日限定泡面，热气球哎，好可爱哦。卷卷，公主们呢？公主会这么卷的吗？这样是不是更圆了？还好吧，就是头大了点，但脸蛮小的。你笑什么啊？我没有啊，看起来有受到伤害吗？我没有啊，我没有受到无添加防腐剂。我要。你看我的脸看起来很大吗？有很圆吗？还好吧，对吧？修饰脸型我这样好像不太行，欲盖弥彰。今天拼命爱上谁？没有问题，给这变国术了，这样变海格啦。谢谢小恩的快乐摩天轮啊！你们知道海格是谁哦？居然知道哎！说起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好吧？没有没有欲盖弥彰的意思啊，就是还好。越描越黑，纪国恩，大家好，我就是这几天没有刮胡子就会变这样，长到头上。海格的头发很厉害，而且海格还加胡子，我没有办法。啊，阿基拉！话说我妈听到你的广东话一直在笑。我，哎，抱歉，怎么讲？对不起。唔该，我唔该啊，唔该啊，唔该，唔该。我特色都唔识讲啊，我嘛冇识听啊。我胡子如果真的长到这样，就可以当头发了。哦，是呢，很吸水呢。他说的不错。我不能乱讲，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前前平台就讲了那两个字，因为我妈妈跟我讲说那是什么意思。我妈妈，她以为我那是在街上跌倒的意思。好啦，是字面上没错啦，就是晚安啊。对对，你走错地方了哦。我这样回答好坏哦，怎么有点客家话的感觉？客家话才不是这样讲的。先莫安讲，那个，谢谢。客家话，三个字啊！客家话的谢谢。哎，一片沉默。安子谁？谁么？哎，你们每次都在等粉丝给你提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当得起直播主吗？安子谁？幸运病哎，恋爱幸运病哎，陈萌你怎么念？不是雷呀、啊，雷是粤语。
前盟你行猛宁啊先猛宁先猛宁哦是吗先猛宁先浩克音浪按了个到站他不喜欢先猛宁先猛宁宁宁拜拜流星我没有我的不晚究竟流星的离去是那个什么谁的怎样还是我的不挽留那是什么是诶那句诶那个梗是什么究竟是没事反正就是我的不挽留谁喜凤梨是黑凤雷吧黑凤雷是饭的追求还是面的啊对啦谢谢命今天的命加一分究竟流星的离去是饭的追求还是面的不挽留Good night Goodness 发型好看真的假的 Mania 大家很捧场耶大家就是这么复古是可以的吗我要扭扭舞啦黄大哥教的我们黄西天大哥教我们的扭扭舞我们才刚看完耶家有喜事扭起来啊怎能不捧场发型不错发型好看大家怎么那么可爱啊大家很给我信心耶我只有今天会长这样真的对之后真的是见不到配长裙应该很好看今天是短裙可恶我应该要正起来吗叶子的追求还是风的不挽留女主角叫树小树我们面老板今天是白色的小树卷毛今天的裙子很翘哎、欸、是他很蓬哎、欸、他很不这个年代、欸、连他都不这个年代怎么办去嗓音没有气质吗我今天为了跟有人 sorry 哦还有人发了红包我抢不到哦复古的造型动作应该要怎么样复古就是有一种厌世美不然就大红唇太过分了是谁发的红包是谁蛋挞你好好吃哦是草莓酱这碗面已经熟透了哎我开粉丝团对不对好棒哦真开心是请面貌 Google 上海滩的动作给我参考上海滩旗袍上海滩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动作云科尼吉拉你好你棒上海滩什么龙虾龙先生那个他找的是谁龙心谁大陆鸡是什么我知道他要找大陆鸡但他为什么要找大陆鸡
家俊，是偷渡仔。对。啊，就是从那边流到香港的偷渡仔。柳丁，你是柳丁吗？哦，番茄，番茄。我遇到了我的初恋情人柳丁。哎，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我不倒是不知道。张敏啊，张敏，你是说你是什么？史丹，哦，史丹普利斯设计的啦，这是法国的，法国最流行的史丹普利斯设计的衣服，好不好？刘德华的小名。想起大龙虾的时尚了，哎，对啊，哎，我真的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好哦，意大利哦，意大利，对不起，是意大利啊，我刚以为是法国来的，你在说我毒牙你哦，哪里痛哪里痛，这里吗这里吗？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法国人按了个到这，不要再按赞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看过吗？这里的年轻应该看过，年轻人是不是？年轻人是不是没有看过？年轻人是不是没有看过？在看什么？求解，这是什么梗？就是这是一部那个港剧叫《与龙共舞》，然后里面的梗，然后里面的梗，不是特别需要知道的梗。卡了卡了，面面要帮我买六合彩，哎，所以是龙先生给的，那个六合彩是真的咯？嗯，真的。是卡了，是卡了。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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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彩大全餐是指包中，对，就是他买了所有的号码，所有的组合，然后花的钱比中的奖的还多，所以他保证收到的人一定会中奖，这样子。我跟你讲，不用买六合彩全餐给我，直接给我就好了，还比较快，对不对？我今天的刘海也是 C 当 Police 设，对不对？我今天的刘海也是 C 当 Police 设计的啊，我从意大利。一分钟前了，好吧，希望大家，我们就算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遥远，还是要记得我。总共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三千两百两百五十八万万十万百万千万三千两百五十八万零两百四十元。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百四十元です。一直卡吗？美机的话全包一定亏。你为什么可以把直播卡成停？已经没有人 care 我讲什么，因为听不懂。知道？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更新？想你每次发起这激动的网络，是不是这个画面见不到下一个画面？那我们换，我没有连到家里网络啊，为什么连不到家里网络？我开了 WiFi 啊，我来试试，目前正在很卡很卡之中，至少要比红小慧好。我打无机会，打无机会，打无机会，红无机会，红无机会，我就一直打的，一直打，一直打。
是不是面包偷偷改了密码？好了，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去看一下 WiFi 的部分。你们会目前是8:25。好的哟，偏偏这时候没卡，没卡吗？瞬间移动，不要再打无机会了。我昨天打完了，我现在在他的钱包里打他。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报时？报时，现在在等待报时，现在是8:26。上次打无期会打了。三分钟又卡。很严重，你看的。你没画面、啊。我现在还是没画面。有了。我在讲什么？你为什么不用我送你的 BOSS 降噪耳塞？连到 WiFi 了。我在讲什么？什么意思？你在讲，我刚讲了什么？降噪耳塞，没听到刚刚说什么？我在讲什么？我没听到我刚刚说啥？是现在呢？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你刚刚讲你在讲什么？是哦，哦，我刚刚说我在讲什么？那我在讲什么？对，好，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人工泪液？我眼睛要听我讲什么？千万雾了吗？看起来好一点了。对，煮的可是你酒蛋白，打得我好，我要人工泪液做的，不要一直问。现在为什么一直问我？我要人工泪液，因为我眼睛太干了。我刚才在眨眼，讲的好像平常不会眨眼一样。这件是我的吗？哪一件是我的吗？穿了水蓝格的制服，说我曾经在那个小巨蛋穿过，然后现在切尔东说他看我穿过这件我这辈子第一次穿上的衣服，我是感动的万分啊！有的时候吼，我没晒。
有，嗨嗨，涛哥，嗨嗨，涛哥，我劝你今天是活跃一点哦，我劝你今天打多一点话哦，我跟你讲，你最好是懂多。多打一点，就是普之克之，之不可知。多打一点话哦。倩董可能有坐浴之梦，对啦，他可能就是想到了今天的一个场景，4月3号，特别，很特别，非常的特别。嗯，可以打一堆话了吗？啊，就颜色差不多啊。生气了，这是蓬蓬袖的，之前有长这样过吗？之前有这样子吗？真的有吗？是吗？切懂你今天怪怪，嗨！因为这件的剪裁，直男表示不懂。发尾发型卷翘很可爱，福之克之。切尔东跟塔瓦哥的精神，要翘就要翘出一个新高度。有看过塔瓦哥的头发被水浸湿的样子吗？有看过切尔东帽子下那潇洒漂泊的叫什么？漂配怎么讲中文？漂泊吗？漂配的头毛吗？潇洒，没错，就是展现了他们的精神。最难解的谜，对不回你也和我一样。命是在浇花吗？潇洒，洒，塔，不知道怎么形容年龄，四十啊，是啦。不出来年龄是40。Hello， 加油派，你今天名字又不一样了。这就是40。我的耳已到飘，我的耳已到飘。那首歌是什么？我的耳已到飘怎么唱啊？我的耳已到飘，我。不是吧？绝对不是吧？的飘。我的耳已的飘，我红尘笑，噔噔噔噔，那是沧海一声笑，对不起。我超喜欢你，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还是那个啊？对啊，那个什么，那个沧海一声笑。出问题鸟，第二句是什么啊？沧海一声笑，处闻啼鸟，夜来风雨，滔滔两岸潮。嗯，很适合沧海一声笑，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叫红尘笑，红尘笑还是江湖笑？笑傲江湖，笑红尘，到底啊？那个得意的笑，得意的笑，或得意的一天，葵花。这首歌就叫得意的笑啦，只要不是笑笑都好，我也这样觉得。姨母笑。
去败家的时候不小心败到的。莫名其妙的点了一首歌。很难带路，那你就喊啊，你下次喊了你就可以带路啦。很难吗？人不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嘛，好不好？下次你就转一下啊。蚊子都被我吓跑了。博弈好想去握手会啊。博弈为什么会突然来看公演啊？面面明天有要去扫墓吗？我们会见到面是吗？这次加了二起神更难选了，我在你跟安安之间选了很久。这听起来就像那个就是我就是要怎么举个例子，我想想这就像是我当初跟你在我前女友之间选了很久，我最后选了你，所以另外一个才会是前女友。还是说说啊，说我举个例子，我要怎么举个例子？我你也是情商挺高的。举个例子，例子很重不好举。举不到，举不到，可以抱起来，举不起来，抱得起来。我实在举不出一个好例子，我举出来的就是个例子，情商挺高的啊。栗子跟小慧掉进水里要救谁？如果栗子跟小慧掉进水里的话，我应该会叫吴奇慧去救栗子。对，没错没错，你怎么知道我脑袋在想什么？我会说吴奇慧，快点快点去救李佳丽。对，就这样。你不觉得这个是蛮简单的一个选择题吗？无论是谁跟吴奇慧一起掉下去，我都会叫吴奇慧去救他。因为吴奇慧会游泳。
歌会让你想起我。我突然觉得我们应该要听一下华宅的歌啊。华宅的本名是什么？你不等我马桶吗？你只会上他的马桶。究竟小易会选择谁呢？移动，移动的那个一定是安安，对吧？小慧变工具会，那吴奇会抽筋的时候呢？帮他拉筋啊！面面不会游泳吗？面面自顾不暇。那面包跟谁？面包跟谁？面包跟面妈掉到水里，会先救谁？他们很难得会一起泡澡，就让他们都泡久一点。很浪漫哎、欸！面妈才是会浮起来的。我已经叫你。面妈会浮起来。我已经让面妈救过。真的？他救过。他就不掉下去。我爸曾经失手把我落入水中的一个故事吗？我以前跟爸爸，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海水厂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滑溜梯，然后就跟爸爸说我会怕掉进水里，所以爸爸要在下面接我。爸爸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滑下去之后，我没有看到我爸，我就掉到水里了，而且是灭顶。起来，然后我就很惊恐的看着他，他说我还没有到，我还没有到，你就滑下来了啊！于是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信任我爸。哎，请问海底捞面好玩吗？我对他变捞面，冷冷的。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海底捞面真的玩流水素面，结果失败了。他在玩这个，对呀，他碗是空的，他发现面已经流走了。我们之间没有信任，我们有心结，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接触，但因为那时候很轻。就是很小只，应该勉强。这个面煮不够烂，再泡一下。风味冷面好吃吗？亲情的小船说溜就溜，说走就走。谢谢谢谢，少凯今天不是说口红很好看，今天少凯是说发型很好看。人家很认真在看。那你觉得今天的口红怎么样？我那个得意的笑，我那得意的笑。发型是做了什么去啊？我去找 C-Down Please 设计了一下，口红不均匀有吗？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孩子，说到出发。
是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从溺水变老水歌手的救我了。嘟嘴有助于口红颜色变平均哦，那还好，我那个不平均就是故意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发现我的小巧思。大家都把口红涂均匀，我觉得那就不好玩了。又来，如果你公司照这个发型会弄很久吗？这是烫的，这是烫的，用多久？大概就一个下午，真的，一个下午就解决的事。不过就五个小时可以解决，也没有五个小时，花了几个小时？四个，没有，三个。三个半吧，三个半，三个半就可以解决了。Hello， 1963，我刚出生的那个时候，三个半小时了，而且吴奇慧还见证了我最卷的时候，他都没说话了。是不是有点内幕？嗯，我觉得这内幕啊，大概就是春生来了真知道，梅花好没有，你知道季节变了，头发其实差不多也该，就是要不就剪，要不就塌了都塌了得烫，我只能说该染的也该染了，是的吧？进理发厅都会出现的一个故事吗？对对对，驱魔面馆，他怎么知道我要学谁？ Luna， 哎，怎么讲？那个姐姐 Luna， 她会喊姐啊？姐怎么讲？ Luna， 啊，那她叫什么名字？你有看完结篇我没？我看完了，说，哎，那个忘记了，怎么办？我连男主角都忘了，叫什么？嗯，我只知道那个最老的大叔长得很像罗斯峰。我看完《驱魔面馆》了，我看完了。金世正，我不记得本名，我不记得本名，哎，快点救我！谁可以救我？他叫什么呢？他不是 Luna 吗？ Luna 叫什么？嘟哈娜，哈娜，哈娜，啊，哈娜，安娜，金毛侠娜，金毛侠娜，哎，没看过吗？那有没有看过罗斯峰？真的还蛮像的，卢丁，你给我出狱了再看。金加拿，金加拿哟，金加拿哟 ，banana， 今天要去开会了，拜拜，希望下次也可以跟他直播，拜拜，博弈，下次的直播时间很特别，在礼拜二的下午4点，大概跟不到吧。去吃冰，对吧？是不是没记错吧？哈娜，哈娜，鲁西。
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知道，我知道，谢霆锋啊！啊，风味我知道，还有出饮料，我不知道有出面，原来是有出面是吗？节目他做料理啊？这是一个节目。你知道风味有出茶吗？应该不是谢霆锋。那个是不是吗？真的吗？所以那个茶不是谢霆锋的。面比较有名吧，风味面是吗？风味真的有出啊！快点快点，我一定要打面妈的脸。我要打面妈的脸。港式奶茶对不对？有联名的对不对？是谢霆锋的对不对？不知道，应该有吧？有，都有。面妈，你倒是说说啊！面妈，你说说看啊！来啊，说话啊！一定要打的脸，我一定要打起来，我刀剑如梦。哇，跟中华剑的版本哎。不能告白，你看出来霍尔的心机了吗？ OK， 我染上了新的颜色。没有啊，我没有染头发，我的头发本来就是这个颜色。霍尔很会耶，你们现在也很会耶。哦，染上了星空的颜色。我的头发本来就偏棕，所以打下去之后，因为其他灯光的颜色会看起来什么颜色都很不一样。谢谢本源跟小安。来见面，来见面。那个胡月蛮好看的，有点正啊，怎么办？你们都没有人去留言，我怎么加卷？没有，关着，看起来像国音。
你也自由了。那首歌怎么唱啊？我赢了。说爱我，说爱我，原来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哒啦啦。我想想，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这是谁的？是啊、哦，我以为是张惠妹。普斯克之外的话，让我将你心啊摘下，将它慢慢融化。有吗？有吗？没有，这是什么？追踪了，因为他看到星星，觉得很有趣。哦，你给你，啊，好了，我累了。追踪了吧。跟五月天的声音，因为伍佰跟五月天在我家。五百元跟五月花，
小姐家里坏。Beautiful animal though. 无乐无作哎，无乐无作，无乐无作。可不可以换这个造型？可以吗？可爱吗？妈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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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吗？哎，妈咪我可爱吗？哎，妈咪我可爱吗？妈咪我可爱吗？我可爱吗？哦，好毒。刚马尾哦，好像有点按到静音了。猪尾加马，双马尾，但是那时候没有人让我绑那么卷那么卷的双马尾，因为我之前看到了帕露露有一次绑这样，我觉得很可爱，但没有人要让我长这样。那我可是如果明年我就21岁了，我再老我就不能装可爱了。我的村庄我就不行了，
毕竟我都41了，我刚刚讲错口误，我那个明年是41了，对，所以怎么办？慢慢30前都可以，40岁还是可以双马尾，可是我现在这个卷度，我绑这样会好像也很酷。欸，我决定我之后可能很适合就是抱卷然后绑起来。我现在已经不是真的可爱了，有点酷，然后平常这样就很9M88。我平常啊，我要烫到9M88那个卷度啦。唱歌的唱黑，把星星都照进月光，吹得很冷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听一次告白，吓得我看爱中的很哲学。刚那样会有点卷。前辈是又可爱又性感又帅气，好吗？你要 balance 的很好。我是9M88，还有腹黑，腹黑腹到不行。那边你觉得自己没有吗？你说腹黑的部分吗？洗掉啊！就说这就不是之后的发型咩？当然是要洗掉的呀！我以后都这样长，这样还得了？今天也太可爱。面面觉得 TP 最腹黑是谁？我觉得泪吉跟品涵目前有得比。很热，可以脱一件。今天很热，你还要穿这件？其实台北比较热吧，基隆还好。你也长发。不会被洗掉啦，怎么办？我觉得这样好可爱哦，我有一点想要这样子，怎么办？可是我已经被念两年，就是绑双马尾、脸很大、脸很圆这件事，而且不一定每次卷都这么成功，今天都没有出门。所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有人刚有听到吗？他说至少我们今年这个证明了我换发型脸也不会变小。还是想双马尾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绑呢？因为不适合。这次身后双马尾有点卷更可爱。我露面露骨面吃又啊！大家突然开始掉发的，明明大家一开始换我换造型都称赞的嘞。朱诺的造型是单侧马尾。
活在期待，不如活到今天很自在。太快，逃避恐慌。可是策马我没特色啊。没特色，我当初说不要策马尾是因为打到自己很痛。好可怕，一个正一个圆，一个可爱，就是那时候觉得策马尾打到自己很痛，打到别人也很痛。我双马尾就打到左边右边的，我如果侧马尾就打到左边或右边的。然后当初因为侧马尾的话，就等于像双马尾剪掉一个，就感觉说这样没有差太多，所以就没有选这个造型。与其打到自己，不如用双马尾可以打别人啊。因为你知道吗？绑一个马尾打到自己的时候很痛，可是如果绑两个马尾打到别人再打到自己的时候，中间就有缓冲，就比较不会痛。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记懂耶。安妞，我爱双打，那一万追踪就面加友人 AB 的双马尾照。那一万追踪，谁的一万追踪？谁？是谁？是谁的一万追踪？你说话啊！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拨动琴弦，这一段无尽的思念，在我心，被遗忘的时光，命，命。有人 A 或有人 B 的一万追踪，哈哈，是我啦！哇，大家今天都吃饭了，这次要跪多久？这次要跪多久？让思雅用马尾打你。卷啊，打手卷，我个人比较喜欢
唱鲑鱼的啦，蔡鲑鱼。
说不能。每天盯几面梦，为你香槟漱口，上六班的生活，赴汤蹈火，我为你做。让你尽情挥霍，为你爱疯的刀走火入魔。哦哦，好的牌的生活，让你尽情享受，为你爱疯的快流浪街头。嗨牌，嗨牌呀呀呀呀，想看烟火，我拉炮拉到耳聋，三 D。现场效果，赴汤蹈火，我为你做。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挥霍，为你爱疯的刀走火入魔。哦哦，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享受，为你爱疯的快流浪街头。海派，海派呀呀呀呀。外甥跟外甥女，大家可以叫我阿姨啊！现场的外甥跟外甥女们，我的用心，海派的天空让你尽情挥霍，为你爱疯的刀走火入魔。哦哦，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享受，为你爱疯的快乐。整天要抱抱是吗？然后阿姨阿姨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我忘记了阿姨那个梗是什么。国民阿姨国民鼓掌，国民阿姨，对不对？没道理，没有啊，是不是？今天的发型很有说服力。阿姨不会整天要抱抱啊，阿姨兜里有钞票，对，阿姨你的咖啡，爱不单行啊，爱存在，这是刘晓晴最近的爱，怎么办呢？我们突然没有歌了，我们阿姨有什么歌啊？阿姨没有歌。有一首歌叫阿姨我想通了，我不想听。哎呀呀呀，哎呦呦呦，金包银榕树下，路边一棵榕树下，有看到燕尾蝶。我一直不相信这首歌是梁静茹的，但我要跟你说，
自己在做什么？
三七。七五三三九六七，快点，妈妈来唱。乌诺点的台哎。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你不会吗？老实说，这可是我那个年代的耶。可以留下你过去的点点滴滴，你最好现在就忘记，别再说，别回头，就让一切将错就错。老实说，咻比嘟啊，咻比嘟啊，我没有把握。三，我只会三六五零七三四。你会三六五零七三四吗？为我担心难过，会，你会、啊、每周六晚上八点吗？是我不知道。哎，我会副歌，我会副歌，我真的会副歌，但等一下。我爱你只为你。我明白，我有颗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心。七五三三九六七，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想在我。男人最忌讳说自己不行，这要懂得敬爱的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我不会了后面。七五三三九六七，我的吧，这我够了。这本台居然开始有一堆人在跟其他人告白了，这首很洗脑啊。七五三三九六七，你的电话在我心里。你的电话我还是接了。你会唱那首吗？那首是什么？你的电话我还是接了。你的噔噔，几十声下我唱过了，对吧？上次好像唱过。
下电话号码。让我送他回家。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同样无法自拔，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会不会假装潇洒？求求我，快趁早放弃他，别太早放弃他，放弃他，都已经爱上了，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全修成一段神话，然后再记忆打一个叉。他们怎么在乎他，全被他全部抹杀，也曾经也曾经也得不到回答。怎么这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吧，还是偷偷全忘了吧。找一个什么失联的方法，把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好的，谢谢大家，看起来有点傻，有点傻吗？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阿丽亚，不是，那是上一代的循环了。丽亚其实也是同年代的，是不是？念阿姨就叫阿姨了是吧？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能接受阿姨？年代感无违和啊！我是昭和来的，好不好？用你的心换我的电话号码，这是看起来这是泰国的歌，还有 Chinese Sub， 成吉思汗，妈咪，你会成吉思汗吗？我只会馆长，不会成吉思汗。My Kami Kawaii， 阿里嘎多。怎么办？成吉思汗是什么？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电风扇，觉得如何？成吉思汗，粤语，粤语我没办法，可恶！成吉思汗，我觉得我需要一点电风扇。成吉思汗，对，他们就只唱那一段。可以再点那个天才与白痴。谢尔东是说超级喜欢我吗？说好话。
出刀仔，揾你定金人生仔。去过球场，完全没有去过球场，就是很好奇。哥哥呀，哥哥，美秀集团的，就可以 maybe， 快，我们来一首歌，来点什么？我们来点罗斯峰的歌。你居然点头哎，那你知道罗斯峰的昵称叫什么吗？维里安，你知道这个梗吗？你不知道这个梗，那你还笑？你很，你很，你很不错哎！没有啦，是没有化妆的维里安啊！你们不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说罗斯峰撞脸维里安，然后维里安就说：“对，他就是没有化妆的我。”其实我不太会唱威廉的歌，好，抱歉。好的，我很抱歉。那不然我们再来点歌吧。我们来点什么？不是罗斯峰。感冒用叉叉。感冒用叉叉。还吹害怕，醒来时候不在。我说，对，那我要罗斯峰的，还是会。微凉把他唱的啊，你跟不到啦，你就不能心梗呢，怎么办啊？你就不能听心梗一只海狮会害怕，三只海狮还是会害怕，三只
握手会的时候唱，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对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怎么办？我没有想法，我现在没有。休假查理好爱，求学你不能再心来。休假，快笑死！看到嘴破，那你有没有看到面面我爱你？他我爱你，我爱你耶！我拍谁在心内？对，哎，这首歌应该要献给杨雄，雄家家里有爱。拍谁？我拍谁？没有啦，我真的还好。我拍谁在心内？我们的直播都以消费观众为乐吗？各位宾，为了确保机上安全，我们提供持久控油防水敲击遮瑕，预祝您累积愉快。
一点后，哈一点后，唱完要接口白，讲我还好还是我不要，我还好啊。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八十七，再一分，87分啊，没办法，就87分。四个灯，爱情的骗子我的梦里面，可惜只有87呀。你是我的花朵，这太年轻了，不行。怎么办？刚还有人点什么什么 Viva， 什么 Viva 是什么 ？Viva 那是 so hey Viva 什么 Viva？ 刚 Uno 点了什么什么 Viva？ 87是最高敬意了。诸葛不是，不可以讲出名字。活着 Viva 是什么？谢霆锋的。Do anyone hear me？ Hey， Do you know？ 谢霆锋的你不会啊？ No no， 是我连风味冷面都不认识。我不要客气。哎，不好了，现在扫墓文。对，不要。开玩笑。不好，开玩笑。不，零星开海，鸟笼鸟盖。母系金库，爱情看戏不会，我常常啊两目共目很长啊。说你，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人的歌。如果你再次，如果你是，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真爱深情多远，你是我的姐妹。哎，那首是什么？那首是什么？姐妹。哦，是啊、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音很像，我就想要接。因为你不会那种老歌。玫瑰花蛮好听的，谢谢。玉蝴蝶，我只会花蝴蝶。香囊金桃，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也太新了吧！下课十分钟，我上次唱过了。那是雪在流，那不是雪中红。恋曲1990，我上次也唱过了。雨蝶怎么唱？不会。给我一个吻，哦，可以不可以？我
听过好几次了，但是我好像就一直没记起来。版本吗？洗出保湿美肌，没有吗？拜拜，流星。我猜流星待会会再刷一次屏，但是我要说晚安。然后我们再来看待会流星会不会再刷一次屏。
冰块。刚刚还点了什么？白天不懂夜的黑，乌鸦黑乌鸦黑乌鸦是白还是黑？这是什么歌？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的太阳。你永远小村姑，你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乌鸦嘿，乌鸦嘿。我听苹果乐园太常见了，那个谁都会，这现在年轻人都会的好不好？那没办法辨识啊。掐死你的温柔。时有明月几时有，就在直播间。一嘎子，一嘎子，三嘎子，不是嘎子，他叫美格子。沙丁乌鸡了高呀，一是梦的小鸭，乌的沙乱了小乌雷，乱乌的乌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吻暖他心房，总有一天。冲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三OK 哈萨鲁吉亚拥有
不管路有多长，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张开傻傻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该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欢乐啊，对，我不会唱面面。第一次和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缓缓地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就这样看着你，用红红的呼吸，在我们的心里，你就是我的迪士尼。One, two, three, four, 能不能牵我的手？你不要走，等一等后呢？我能牵你的手，到底是不是爱？武器快到而来，我现在就要回他，待会发现是动态。究竟是不是爱我？没有，这不是串，这是同一首歌。不瞒大家说，我曾经蛮喜欢，不是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他们的歌。谢谢大家。不知道金包银后面就不会了。金包银怎么唱？夜是命，是空金个包银，阮的性命。把人拿开嘴是金言有意，阮那是假讲话，假咪着出代志。怪阮的路途是拄着歹脾气，人是好命仔，阮是咧做兄弟。没大没小了，被面妈的歌声圈粉了。面妈真的好厉害，这台有开正唱啊，有倒唱啊。
中线，变中线，我操，不就来不来？哎，五六年级的团体歌手介绍有谁？变，你给我记住是什么？我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有一点，我对你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我不到不自己。下一句我不会唱。音质也太烂了一点。春天的花蕊，不要套我。Sorry， 我没套到。今天的第十五名，哎，今天的第十五名就是游戏。永远不回头，哦。
行走，永远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长，黑暗试探我，烈火燃烧我，都要去接受，永远不回头，冲冲冲起来 ，Run！I love you！ 献给一首什么比较好？我这是基隆港开唱，田寮河开唱太弱了，好不好？我这是基隆港开唱，啊，送他一首《哆哆哆》，转圈圈吧，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的种子，哆哆哆，转圈圈吧，哈姆太郎。噔噔噔噔噔噔。不要把回忆都留在这里，在我们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不该。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再会啦，心爱的不爱的人。为什么要再会啦，心爱的人？送心爱的去做。再会吧，台北，有吗？没有吧，没有。吹一个无人识识的所在，小酒，的所在，小酒一杯两百三，小酒一杯两百三杯，当作是笑话。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情花开是心花开吧？心花开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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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你是你是你真的是你，让我爱上让我遇到你。像个会自转的小星球，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漂流，不漂流，以为孤独是自己擅长的节奏。一个人在人海里游玩过，一个人在宇宙心里平行过。哦，平行过，对不起，我好像不是一个有点及格的世界者。也不是你是你，你干嘛接？哦，哎，不是，是你自己的，对不起，对不起哦。那我们来点一首 TFBOYS， 不管。我跟你说 ，TFBOYS 是连什么，你知道吗？我之前去基隆吃一家干面店，然后那个小妹妹拿着 iPad 开超大声，然后跟着 TFBOYS 唱 rap， 我靠！天哪，一个十，竟然十二多岁的小，有没有？十二九才小三，小三真的、哦、小三哦，他开着 TFBOYS 唱 rap 呢，我还知道是哪一首歌，你知道吗？信仰之名啊，开他们开那个布布，开那个叫什么赛车，我唱不出来赛车，我有什么毛病？对啊，我怎么没有加入？以父之名，哎，这个如果小孩子会唱就厉害。以父之名，周杰伦。念爸，爸，我没有水哎，我水啊，水。爱你心。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就被你甜甜的笑给打我现在看到一条面的 rap 你眨着大大的眼泪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一个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迈开始我只想给你点点宠爱，哦，还有机会，还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先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点点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神情好运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听这首歌念榜吗？我们还有别的吧，我们还有别的着急，你先念王榜吧。哦，他说好可爱耶，哇，好开心哦！我也会 Very Temple， 但跳的不太好看。不是，我是要唱给太一听的，但是太一刚刚好像没听到的样子，我现在发现他听到了。吧，那我要继续念榜，放点什么歌？放狗咬。而你为什么现在才追踪？这里都是熊啊，都不是人。我也觉得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的粉丝熊类有点多啊 ？Hello， 各位。反正要洗掉乱掉没差。那你只好拿一首头发乱。就头发乱流，就乱流，乱流乱甩头发，乱流。我唔知道啊。我就会来点一首歌，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我是人，你是人，还人，你是月。我在你出生前就是熊了。他发了，他发了。他发了呀，怎么办？我没有想法了。小虎队还有什么歌给我唱？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没听过吗？我只会唱醒醒醒，刚刚变个红，都是为了你。醒串串醒。轰轰连了，青苹果太多太长了啦，青苹果太常听到了呀，我
是很嫌弃的，好不好？明天会更好，我都唱了，是不是？蝴蝶飞啊，就像童年在风里跑。逍遥游，高高在上是高高在哪里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那是哪一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对对对。你对什么对？我在说，啊，那个，佳佳，让他梦一场，不是每个恋曲，林志颖啊，就是林志颖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就是这么长。你先静音好了，我就。小弟怎么讲？小岁寒，哦，岁寒啊，岁寒，岁寒啊，你岁寒，烧头啊，你这，烧头卡，哎，他要唱一个制造浪漫哎，制造浪漫怎么唱？制造浪漫啊，郑中基啊，他跟那个什么基有什么关系？郑中，就你今天还看到他，很丑的那个，跟龅牙。唱这么浪漫的歌，对对对对 ，MV 可以很浪漫吗？可以唱吗？哎，真的吗？嗯，你会啦。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哎，真的是他哎，他每次都演很好笑的角色，怎么办？我要点谁是老大了？我是老大啦！谢谢陈，我刚刚有没有帮陈拍到手啊？陈是老大，对，今天第九名了。陈拍完了，哪里有？陈，拍完了。实现愿望，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有人逼吗？完成版。
啊，然后有人 B 说不行，那怎么办？我们意见分歧，我还是会放出来吧。会不会有人 B 打？对，我会不会有人 B 打？今天那段文哦觉得不错，今天那段文什么文？今天有什么文？我们帮你评分，那我们评分，那我还得喊出去是不是？好，我跟你讲，今天的第九名就是第九名，第不是啊，第十名是陈，我第九名是迄个啦，迄个，你知无？就迄个。变两个字的迄个啊，变头毛有色度就无爱搞懵的迄个啦，哦，对啦，第九名啦，哈。
反正就是诗雅其中一个应援歌是这样子唱的。日本人应该不在。真的吗？傅伟哥，傅伟哥有什么打鼓的歌可以给你听？我是个爵士鼓手，一个发狂的鼓手。啊，真的有这首？是啊。然后嘞？ Yeah. 然后呢？重点是他不在啊！他真的消失了，他可能要去巡卖场，不要逼他。歌声哪响？你也像啊，我可以张清芳的吗？哦，张清芳的，我不能再一直唱难调，我下不去。啊，云中月圆，把流悲悲伤留给自吹起来吧。老师在，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歌单里？因为播过。那怎么办？大海口是心非，忠孝东路走九遍，就给他唱忠孝东路走九遍。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呢？北京一夜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考试的答案，尤其是在梦醒时分，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动力火锅是怎样？Like Hawaii， 红红青春敲啊敲，自己的歌唱啊唱，天天问自己，要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你去问天天啊，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宝岛慢播，手机狗叫，心太软，浪人情歌，情书。哦，匆匆那年，我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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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那年，我的小小心的姐姐，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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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雨沥沥，风雨吹干我的记忆。Okay. 我想向海转，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希望，爱的回味，爱的往事难忆。我决定爱你万年，在屋顶唱着你的歌。的版本还是周杰伦的版本？我好吴宗宪。那今天我们的第八名傅伟，第七名，他说他要晚安了，没有存在感的黑流星。哇！这首歌也很适合他，在屋顶上总会有流星，是不是？哈，我真的很会掰。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接下来第六名，萨克拉桑。虽然正被吵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
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唱着你的歌，在屋顶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你可以看一下，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拥有你而美。接下来第四名是，接下来第四名是最后，谢谢。走在另一个空间，有没有听过？一起发疯！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他讲完对话之后，我跟我妈一起噔噔噔噔。哎，你们不懂啊！对，安德鲁好棒哦！对，我还笑你啼笑。小点功效。Hello, Tim。明年这个时间，他的第一你唱不下去。在这个季节，真的不存在啊。正在这玫瑰。很需要看医生。